谢谢大伙的掌声鼓励啊！谢谢大家。到我们这掌声可能就不是很热烈了 啊！怎么会不热烈？老话都说吧，啊，鼓掌是人情，不鼓掌是本分。是，就是今天的本分人特别多，上来就要掌声啊！不是要别的，他们也不给啊！啊，跟大伙就是聊聊天，是见着各位，其实心里特别的开心。高兴，特别的兴奋，是吗？对不对？刚才呢，一位那个排名第九的演员已经下去了啊，对，到我这第八的了。说实话，今天很紧张，就因为我们有这个淘汰制。对，哎，站在我旁边的这个演员就不一样了。我呢，人家二，排名啊，排名，知道吧？啊，你说的不是性格呀。今天大家一定要给我们多多的投一点点点小票票啊，要不然我就可能离开这个节目了。如果我离开这个节目，这节目就播不了了。对，什么叫播不了？我走他们都好不了。嗯，没听说过。开心吗？一直我都说嘛，观众就是我的衣食父母。没错，也就是他的爷爷奶奶。在这种时刻，什么叫爷爷奶奶呀？都是咱的亲人。对，对咱们也有一点点的了解。嗯，所以说我们也简单的啊做一下自我的介绍。快说。我叫张鹤伦，哎，别停停停，别停！你看观众依然那么本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没有什么名气啊，嗯，在这里边什么长得也不好看，是跟他们一比差多了，是吗？旁边的这位演员，我得隆重的介绍一下，还隆重干嘛呀？哎，叫周九良，哎，大家好。谢谢大家，哎，我感受到你们对我的情分了。就现在捧个演员名气这么大吗？嗯，是不是大伙儿就刚才那个劲儿刚过去吧？再重来一回，我叫张鹤伦，他叫周九良。哎，是不是位置的问题啊？干嘛要自取其辱？我叫张鹤伦。我叫周九良，啊，无所谓啊，无所谓，心态。别看我跟那个九良啊，我们两个在台上很少合作，但是台下我们私交特别的好啊。对，我们俩那时候总在一块玩，而且平常也是天真无邪，我们在一块聊就聊小时候的事儿嘛。对。他生出来之后，好家伙，大胖小子啊，比较重，得有多少斤？64斤。对，你说是接生的那个护士64斤，6.4斤。对对，还有个小数点，哎，是吧？6.4斤，哎，生出来之后家里宠的没边儿了，爱我呀！啊，他爸爸说这孩子好不容易出生的大宝贝儿啊，请一大师，嗯，来给起一名字。大师来了，嗯。端详了半个小时，嗯，给出这么八个字，哪八个字呢？奇丑无比，不易起名，告辞。哎，多余点那大师，你知道吗？啊，这还端详半个小时看我，这是爱看我还是不爱看我？就是长得略显那么难看了一点儿啊，就是不太好看，生出了黑色色，特别的壮。后来长大了，到小学的时候身体都特别的壮，结实。对了。小学的时候表演，班会里边但凡表演节目准有他啊。对，老师点名，文艺骨干。哎，老师点名，那个李雷，嗯，唱歌，唱歌不新奇。韩美美，嗯，跳个舞，也一样。周九良，我胸口碎的大石，来给我拍着呢。练者身体好啊，身体好，这没有胸口碎大石啊。体育方面反正擅长。跑啊跳啊都行，体格棒。哎，但你要一说文化课完了，因为考试对他的意义就是让他知道班里一共有多少个人。是我倒数第一名啊。啊，每次考完试老师都把他叫过来，周九良啊，不爱学习，把你爸找来。这是老师要吃我还是要吃我爸呀？他爸一来了，你看看这你儿子考的，他爸我拿过来。最怕这个。你考的哈，请家长。语文14分，
是作文那个太难，太作文太难了。数学零分，你有点偏科啊。我爸爸是个傻子吧？你等回家，这是偏科的事儿吗？老师，你放心，今晚上我就回家生二胎。对，来不及了，孩子不要了。什么来不及了？那个九良家里，九良还行。你说点我父母疼我的时候啊。疼你？对呀、啊、疼也有，疼爱我呀。疼你太多了。嗯，比方说放学了，有一次他爸爸接他去，赶上下大雨，是就带了一把伞。这时候看出父爱的伟大了，儿子就一把伞，来，伞给你，你打伞。你瞧瞧，爸爸你呢？嗯，我打车。对，拜拜。他打车？不是搭车。你说清楚了。吃哇搭。什么汉语拼音这是？搭自行车。自行车。大二八自行车。不像说现在一伸手拦个出租车，那时候没有。没那么方便。哎，大二八自行车带大梁子那种。嗯，儿子上车坐后面。他坐好了。嗯，他爸来个大片腿。哎。你先等会儿。大片腿儿，对，我坐在后边呢，再瞧他掉下去了，多新鲜呀！哎，这咋掉下去了？赶紧，给他扶上来。嗯，哇哇的哭。是啊，摔疼了。你看这，别哭，爸爸给你带来棒棒糖。哦啊，行，这行。打后面。哎，你等会儿。人都嫌你脏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了？哪儿拿出来的？屁兜。穿着皮裤，知道吧？带屁兜的，因为下雨里边存水了，拔出来多少有点水印儿。啊，棒棒糖啊！行，张嘴。还哭吗？你看，不哭了。是齁着了。赶紧，坐好了。嗯。好，我们坐，坐好了啊！啊，倍儿倍儿，得上车呀、啊！你饶我一条命吧！从前面跨过去，对，对呀、啊，来个掏裆啊！什么叫掏裆？掏裆，哎，掏裆起，左手把好把，右手把大梁，刹车脚点地，下雨算个屁！哎呀，这都什么科啊？这是，他在后面坐着。但是要说这孩子，你看，别看那时候小，有孝心。怎么呢？一看啊，爸爸在前面淋着雨，给爸爸也打打伞啊。对，坐在后座上，举着伞。但是他那时候个头不够高，嗯，一撑伞，脚下这么一蹬，嗯，坏了，这脚啊插到车轱辘里，哎呦，太危险了，疼的他都不敢喊。怎么不敢喊啊？一喊棒棒糖不掉了吗？我还挺爱说了。但是他爸爸感觉到了，嗯，蹬着怎么费劲了？那怎么办呀？站起来蹬。但是，哎，行了，可以了。发现的时候，大胯都磨没了。我改那刹车片了，后来都休克了。一看，赶紧奔医院吧，赶紧瞧瞧去。往医院走，心急如焚呐、啊。是啊，前面有一大水沟，也没瞧见。哟，说迟那是快，车子可就过去了。嗯，但他爸身手敏捷。怎么呢？一个后空翻，转体两天半，漂亮。您先等会儿，什么词儿？转体，两天半，高难度一个动作，两天半。对，谁把我爸爸吊那儿了？你看这难度系数，两周半。对，两周半。对，十四天半。嗯，跳下来，俩礼拜呀、啊，给我爸爸分干了都。那多少啊？两圈半。哎，跳下来，再一瞧，他跟车掉沟里了。没管我，这孩子你怎么不跳下来呀？啊，真哦，对，大胯没了，多新鲜！赶紧吧，跳上去又赶紧捞。是啊，路人啊也过来帮着捞，一边捞还一边劝他爸爸救人吧，先捞孩子。对，你先等会儿，先捞孩子。爸爸说车是租的。行了，别说了。不许再说了，这还没完呢，还没。这是父爱啊，挺精彩的。是啊，这是父爱吗？对呀、啊。你有爸爸吗？有啊。啊，我说你一个小笑话，你怎么还生气了？废话，有那么说的吗？啊，我要那么说你，你乐意啊？
不乐意。你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拿你开一个小玩笑。你说，就说你爸爸宠你、疼你、爱我的事儿啊，对不对？疼他，疼的没边儿了，顶在头上怕下着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这么说要星星不敢给猴子，就是这么一个状态。给猴子干嘛呀？老词儿都是月亮，月亮什么都得给。哎，不像我们那时候，我东北一孩子啊，家里边穷，要什么没什么。过年了，鞋子坏了，我跟我妈说：“妈，你看鞋坏了，冻脚。”我妈说：“冻脚啊，等开春就好了。”那是鞋的事儿吗？都这样啊。那窗户边换一个。而且我们东北孩子有一特点，哎，要什么就像什么，要什么就像什么。对呀、啊，比方举个例子啊，妈妈，我想要冰棍儿，看你怎么像冰棍儿，回家。东北都这样吗？不明白，我没经历过。咱俩表演一回，咱演一回。我是你的妈妈，哈哈，你呢？来这个儿子跟我要东西，咱表演一回，可以啊，好不好？我也看看到底什么样的。来吧，不是，我儿子不是弱智，流鼻涕不许擦是吗？那也没有这样走道的啊。我要糖葫芦，看你长相糖葫芦，回来，烫个头还想吃糖葫芦？妈妈，我要变形金刚，看你长相变形金刚，回来。妈妈，我要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古法养生一起浪。鼓励猪，鼓励牛奶。我看你长相长江鼓励，我看你长相长江鼓励多，你再说一遍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古法养生一起浪，鼓励多，鼓励牛奶。买。